些学生，因为今年的 UPSR 是考八科，考八科，所以如果说考六科，我们会六科七六七八个 A 的学生呢，我们会有学杂费的资助，也就是他们会有学杂费的那种优惠的奖励金啊，所以鼓励这些学生哦，赶快报名，让他们也可以受惠这个学杂费的，哦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小六生的学生能够赶快报名，处理好这一些啊什么哦。这边我忘记写，我们将会在十二月份举行我们的爱心测试，给这些初一新生。十二月份啊，正确的日期还没有敲定在几时了啊？那讲就是说十二月份哦，所以这些学生新生报名，他们就会参加了十二月份的爱心测试啊，爱心测试。是了解孩子们的程度，好，让我们老师然后在教学上可以帮助到他们，所以我们会在十二月份举行爱心测试。